这个就不行，这个不行，这个130。它这个组合可以。那我量错。67.5，68.5，对折以后再量出来了。如果像你们要穿这个模哈，如果是有剪刀的话，对折以后这样剪一个尖角，对，这样很容易穿进去。差不多。一定要从这里面过去，从这里面就可能到时候你就会有问题了。按这个的话，你看一下是什么效果？这样的，它就会动了，啊，因为你按这个的话，看这个轮子看，对，没错没错，看这个字，风和的，应该是拉带的。好，当你装好的时候，再把这个放进来，放进来，前面可能一两，前面几个袋子，我们先不管它，先走。